以 DPI 他们的杂志的水准跟他们的艺术上的一个成绩，其实它这涵盖的这个层面，对我们在推动不管是艺术家或是阅读上的是很大的帮助。所以孩子在亲近大师的作品，慢慢间体会到有不同的元素，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看的跟我们教科书上看的是完全不一样，因为我们的内容是跟小孩比较贴近，所以我们一直都有考虑说在展览中如何针对小孩跟他们互动这一块，是以前 就一直有的。但是我们这次在中央国做的比较特别，是因为我们二到五的时候是针对他们学校的学生做导览，所以说在导览上面我们做的调整是比展览会更多的。那这个插画家希望说这个兽呢可以呈现出有一点人的特质在里面，再加上一点温柔跟感性，所以这你们可以去感觉一下他创作的元素。你觉得老师哪里厉害？天之底下无有没有看到？下面有硬硬的铁板，所以他们可以用脚做出一些结构的声音。真的到了一节课带完习惯以后，下次就会直接来说我要怎么样这样。我可以拥有这个鼻子吗？就是我们把表演出一些小小的元素，像那可能只是一个道具，可是他们改变你形象之后，就是让小朋友有生活上的。高中的校园里面有外部的设计家来进驻校园，其实学生其实是很新奇的，那也很想去参与一下他们到底做些什么。对，所以这件事情基本上来讲，到目前为止，我觉得学生跟老师的反应都相当。